来订阅吧。威廉，我们买一些冰淇淋吧，它们看起来可真好吃，好馋呀。好呀。瞧，那有一只章鱼宝宝。它为什么哭？你好，章鱼宝宝，你为什么哭呀？我走丢了，我找不到我的妈妈。那可不好，我们该怎么帮忙呢？都别担心，我们来教大家该怎么办。找不到爸妈时有好办法。停，别乱跑，原地不动。想想名字电话都是什么。问，找人帮忙。信得过的人。我把方法慢慢说一遍，第一步是停下来。别怕，不要哭。停，原地不乱走。停，别怕，耐心等待。停，爸爸妈妈会来找你。妈妈怎么不出现呀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找不到爸妈时有好办法。停，别乱跑，原地不动。想想名字电话都是什么。问，找人帮忙。信得过的人。是想一想，都需要想些什么呢？想，我的名字是什么？想，爸爸妈妈叫什么？想，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想，我的家住在哪里？哦，我想不起来。别着急，再好好想想，你一定能想起来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太好了。找不到爸妈时有好办法。停，别乱跑，原地不动。想想名字电话都是什么。问，找人帮忙。信得过的人。最后一步是问一问，都要问些什么呢？问，问一问可信的人。问，唱一声敬贺的人。问，身边的工作人员。问，请你帮一帮我。你能帮我找妈妈吗？当然。你知道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吗？妈妈，我们的办法学会了吗？听想问，听想问，我们的办法要记在心间。听想问，不要忘。嗨，朋友们，快来碰碰狐 Plus 畅玩各种趣味游戏吧，立即免费体验。